对。哦，但是真正我觉得这一趴比较伤心的，有人是我。怎么？因为莫非说我喜欢不爱说话的男的？对，就是瞬间刺痛了我特别多的。大老师在莫非说完之后，大老师偷偷问了一句，说你们女孩是不是都喜欢话少的？我说那不是，其实也是分人。嗯，女孩喜欢有趣的灵魂，是也是那种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女孩喜欢什么呢？就是男的好看的，不是六块腹肌的大闸蟹一样的人。就是表面上有一种深沉的那种成熟感，但实际上又有有趣的灵魂。哦，明白，就是表面上特别的沉稳，然后其实非常有趣。对，骗子。就是。如果能有这样的，不是更好吗？但实际上又很细心，但是他人又很好，他又不是骗子。哦，我明白，你们都有美好的愿望啊，对。任何人都有美好的愿望啊。对对对。那提到莫非，我们刚才又欣赏了一段这个。非常让人舒适的友情局啊！莫非在这个过程也非常积极，在鼓励赵亚楠说：“你可以去拍灯。”赵亚楠肯定得拍，会，他一定会。下一盏灯就写着“赵亚楠”这三个字，真的吗？有这么明确吗？现在我觉得会，觉得会的举手。哇，全员，我那我也举。Everybody, everything, all night。哎，这个是第一次吧？大家都觉得。对，如此统一。好，那究竟那个下一步我们这个感情会怎么样的